能进村头，你就是国家的正式的运动员了，你就是国家的人了，是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不好好的练，二天回家是去种考验，你就是水里茫茫的人了。我想出去，你想，你不想在这些条件艰苦的地方？出发！对，出发！对，出发！走。我打算去走下职业道。还是想再去打一场。